精英输球，陈伟英本季的主场胜投还是没有办法开张。赛后他也说，今天这场比赛的控球确实不像前几场这么好。来看看联合报记者赖昭颖来自美国的赛后访问。今天其实说真的，就是自己的控球上面没有办法表现得跟前面几场这样子那么好。那今天可能就是有几，包括全垒打，那有几颗就是被打三垒安打那一支，其实也是一样的，也是自己的控球没有办法去要求得更准确这样子。那可能就是因为这几个四投球而造成自己的失分，只能说就是还好有丢到七局这样子。那要不然其实自己今天的表现，其实说真的，其实是给球队一个蛮大的一个，怎么讲，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让球队有一个赢球的这样子。那这几场其实自己的状况其实也都有保持住这样子，那尽量就是只能说以目前现在球队的状况，那自己就是尽量能够吃局数，或者是尽量把失分压低，那这就是我目前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。